必用诗歌来颂赞他。是的，神，我的心要来称颂你。在干旱疲乏之地，我的心渴想你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的心要来寻求你。主啊，谢谢你使我的心得着满足。主啊，我的灵得着饱足。是，当我来到你面前之时，主，我相信你的灵就要来充满我。是，我的灵干渴，你的灵要来充满我。是的，主，我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是，我要来依靠你，我要来赞美你，赞美你是那位全能的主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就是要来敬拜神，好不好？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从你的座位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敬拜他。是的，我们恳求圣灵降临在我们的当中。是的，圣灵要运行自由在我们的当中，要浇灌我们干渴的心灵。阿妹吗？阿妹。好不好？我们找五个人，找五个弟兄姐妹，你彼此对说，是我的灵要被神充满。阿妹。是，我们的灵都要重新得力在神的面前。是，凡饥渴慕义的必得饱足。一起拍掌来赞美我们这位全能的神。阿妹吗？是的，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百姓的当中。阿妹吗？是的，让我们再从头唱之时，你带着渴慕的心说，是的，主，我要恳求你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是，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。恳求神灵此刻降临，充满我枯干软弱心灵，愿主赐下恩雨在我心中，
来做赞美的祷告。阿妹，使得神已将软弱变为刚强，使他使贫穷成为富足，使得瞎眼得以看见，哀哭变为跳舞。阿妹吗？是的，让我们再用一首诗歌《恩典已降临》来赞美他。阿肋路亚！是的，让我们一起拍掌欢呼，赞美神是永远的神，永远掌权到永远的神。成为
当中，每一个都可以经历到神是使我们爱哭卑微跳舞的神，是吗？阿们。使我们是否经历在重担的里面，神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息。是的，当我们从头再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说，是的，你是使我们从软弱里面变为刚强的神，你是我使我们从贫穷成为富足的神，是的，你使我们爱哭变为跳舞。因此我要来赞美你，你是那位全能的主。好吧，我们再从头唱之时，我们更要来看见神的工作，来数算神的恩典。再来，将软弱变为刚强，贫穷成为富足，瞎眼的看见，爱哭变为跳舞，一切神话都填满，荆棘成为平原，在神里面充满无限可能。是的，你的能力不比我，但是失恋太艰难，我相信你的恩典完全够我用。神的恩典与真理，心灵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，总能能变为起身。神的恩典与真理，心灵充满我们中间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在恩典深处，都能分辨为其身。神的恩典已降临，喜乐充满我们中间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。依靠全能神。依靠全能的神，依靠全能神，没有难成就你是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哈利路亚，他是那位全能的神。是的，我们每一个都经历到神的全能，因此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。我们一起同声来开口祷告，是他是何等有能力的神。是的，从亘古直到如今，神依然掌权作王。主啊，你是阿拉法，是欧米伽。主啊，是那位主啊做事直到如今的神。是的，我要赞美你是主啊复活得胜的神。主啊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晓、无所不能的全能神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是的，知道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的盾牌。主啊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因着有这位神，让我们能够面对许许多多的关卡。是的。我们再用第三首诗歌来更深的赞美神，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安静的来坐下，继续用第三首诗歌来赞美他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部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要慌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用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。
信心来宣告，那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是的，再来用这首诗歌唱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部分与我分享，更深你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是的，弟兄姐妹，这首诗歌讲到，每当我面对风浪，每当有困境阻挡。是的，我不知道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你遇到了什么样的困境跟风浪。是的，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是怎么面对，但是在上个月的时候，我就亲身经历到神是那位全能的神。是的，上一个月是因为我婆婆住院，她开刀，那她本身有糖尿病跟高血压的病例，因此在开刀之后，她有一些的病危急，那医生已经发出那个病危，然后通知家人说，可能妈妈的状况可能会有一点危险。哎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慌乱，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，但我真的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哭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我的依靠。我知道每一个风浪的里面，你都在我身旁；使得每一个困境的里面，你的话语永不改变。当我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支持，我相信神迹就要在我婆婆的生命里面。”看见你的大能，是当我如此宣告，当我如此在神面前祷告之时，我有从神而来的平安，有从神而来的力量。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如何，是生是死，婆婆的生命都在主的掌管当中。阿妹吗？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是当我们遇到风浪之时，你可以有消极的面对，你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方法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困难的里面一定有带有神的祝福。阿们吗？是的，主，我相信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我们要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右边，我们便不致摇动。阿们吗？好不好？当我们在重唱之时，是的，我邀请每个弟兄姐妹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，是的，不管遇到任何的风浪跟困境，主，我知道你都在我的生命当中，你是以马内利的神。我们再来唱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是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是的，在每当我面对
随风浪，你总在我是的，成为你的祷告，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要慌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是你是我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持信心来宣告。有一些的挑战，有一些环境的艰难，好像要让你的心消化，或者让你混乱不安。好不好？我们这个时候就同声来祷告，天父阿爸就是你永远的依靠。好不好？我们同声来祷告，呼求主啊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你告诉我不要害怕。我们同声来祷告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你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有300多个不要害怕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黑暗，主啊，面对一切的困难，主啊，面对环境一切的风浪变，主啊，真的变动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正在我们的身旁，你就在我们的身旁。主啊，是的，有你我们就有力量，主啊，我们可以里面就有安稳，主啊，可以面对环境一切